是啊，这个扫描在我们这个里边是最简单的。我们基本上拿这个十国庆过后的话，拿这个要测战斗机发动机整体。实际上扫描很快。看，你看现在基本上正面的一半已经，这才是基本上两三分钟。啊。啊。这个内孔要咋弄？内孔我是装修的那个，那个内孔这必须得测准出来的那个。先不可能给你保证的。